哦，新恋情哦，新恋情有恭喜他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都不相信这些，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。对，目前是朋友关系，有发展的可能吗？您开始发展了没有？可是目前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，因为想说，那可能嘛，这是不是你的菜嘛？就想要还是以工作为重，是不是你的菜嘛？不是，你大胆讲啊，像我还好，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很难过。我其实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，就是一打开的时候，哭惨了的，就是觉得蛮难过，就有点心碎这样子，会有这样子的留言传出来，我觉得就是有心人恶意为之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受伤。但是送上去之后就离开吗？还是你们还是有就离开？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就是共同朋友，比如说还有何美啊，我们还有就是稍微的闲聊了一下，然后他还顺便敲了他通告这样。目前是朋友关系，有发展的可能吗？您开始发展了没有？可是目前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，因为想说那可能嘛，这是不是你的菜嘛？就想要还是以工作为重，是不是你的菜嘛？不是，你大胆讲啊，算不算是你会欣赏的那种类型了？像我跟曾国城，你就不用，你会欣赏谁？比方说，你说你们两位吗？这样会不会对另外一位不好意思？不会不会，没关系，你讲讲我嘛。受伤啊！对，我们是三冠了，真的吗？我们是在受伤当中遍体鳞伤啊！你们两个算是一文一武，所以两个都有我就是崇拜的地方。是哦，对，像陈哥就文把题岔开了，你这样文将跟武将有没有？马上把题岔开了。谢谢两位大哥，谢谢。从早就叫我们一直帮他解围。我们两位大哥对你还是跟他保持很好的。其实我们之前同队就认识了，然后因为转队还有联络，还是说转队长还有联络就对了啦。哦，有有有，没错，所以纵观他会是你会的菜吗？就是如果抛出朋友的角度来看，朋友的角度就是其实不会想到那边去，就像我跟陈哥哪个一起共事就不会想到。谁说？我们都有想到，我们有想过吗？没有想过，真的假的？不想过就是怎么样？当我好朋友，女儿，就是目前没有这个想法，就还没有想到那边。那男方有追求吗？追求？目前感觉到是，我是觉得没有，只是觉得他人很好。所以你把他当工具人啊？不是不是，你不可以这样乱讲啊！不行，太狠了！要告诉大家你是哪一家的？把他讲出来！十。拍他什么东西？所以他是工具人，你有利用他做什么吗？完全没有，没有啊，那是买东西，买东西，也不是，也不是买给我的。对呀，但是因为我们之前，因为他之前他们家是做园艺的，所以我会跟他订盆栽。哦，订盆栽，下次我们找他。哪个也会园艺？我很会，我家也有，我家也有，你们都有，对对对，那这样多了很多客户了。不是，我可以到你家帮你种啊。啊，可以请本人到府。你说来我家帮我种，真的吗？我会打给你哦。啊，没有我电话吗？没有，我等一下加一下。你看看，加入这么久没有我赖，没有我的电话，怎么办？我们就分开休息，我不分开休息，本来就分开休息，一起休息事情就大了，一起休息就不单纯了啊！你要考虑清楚啊！好，我们就分开是好的。那新闻出来之后，你有跟男生有联系吗？哦，他有说，就是他其实当天有跟我说，他觉得他被拍了，但他因为觉得没有什么，所以他就是还是就有送东西上来这样。对，就是不然谁被拍了还会就是这样子就是走进来？对啊，因为就是没有任何对还都不好，就会觉得有点难过。会，我其实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，就是一打开的时候，哭惨了的，就是觉得蛮难过，就有点心碎这样子。因为其实，那个问题是，只是因为我谈合约的时间跟大家不一样，那合约走到这里，然后我的合约可能还在跟球团洽谈有没有续留上的问题，这些东西我们还在确认，续留与否。那正在确认这个时候呢，那女孩这边自己有发起了一个就是联署的合约内容，但是因为这边我是觉得我没有立场去就是参与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有可能会不续约，但也有可能会续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去
跟大家谈合约内容的条件，我觉得我是没有立场的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被拿出来，然后变成下了这个严重的标题，所以我其实，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很难过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，就是我是一个大问号，因为其实我也很受伤。那这个指控我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，这样。那其实有很多队友今天有私讯我，就是有关心我说还好吗这样子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我们都在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留言传出来，我觉得就是有心人恶意为之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受伤，刻意扣了一个帽子给他。嗯，因为合约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互相，我们每个人合约都不一样嘛。那我可能走到这里，我还没有谈好我的去留，那我还没谈好的情况下，我怎么会去谈内容？这个东西的逻辑是这样。但我觉得他以这个东西来攻击我，我觉得我会觉得非常的问号，然后要不说你不合群，要不说你搞双标，要不说你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只是在谈我的合约而已。互相忌啊，对，我觉得也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，这个帽子扣的不好。对，我只是想要好好的当乐天女孩，然后好好的在棒球场上跳舞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会放轻松去看待，然后就是把自己心情整理好，然后好好的录影。